你的房子确实的长得很像菠萝，我和宠物小窝两个一直住在。来了来了，哐哧哐哧，我是一只小鲤鱼，我是一只小鲤鱼，我是一条小鲤鱼，我带着两个小王八。无语。无语。好无语。毫无语。谢谢你的玫瑰花。毫无语。我有什么好复活的？我就是个小金鱼。有没有很解压？有没有一种很解压的感觉？看别人玩这种游戏。怎么这么早就有？我才是一个小鲤鱼，就居然就能有长虫了，就看见长虫了。哎，讨厌这个你！哎，哎。Oh!
心肌梗塞。这游戏我跟你说，这游戏一般人不能玩，会真的会心肌梗塞。你们知道这个游戏还有自助餐版吗？就是那种全都是吃的，走哪吃哪的那种。小青蛙，谢谢你的玫瑰花。我本来想说，就算我只是一只小青蛙，我也要努力的，变成大鲨鱼。下一秒我就不是一只小青蛙了。谢谢你的奶茶。人就是人，就是一个大无语。谢谢玫瑰花，你再来一句，我就不信，因为我没有成过龙，当然没有。你看我这个技术，我也不像是能合成龙的样子。这一把很顺利啊，感觉这一把非常顺利啊。感觉不错啊，非常顺利啊。有没有王八让我吃吃？青蛙也可以。就是说啊，就是说，
就是说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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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在边边上面绕一绕，就可以了。我们就。谢谢你玫瑰花，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来，让我们看看，快看，这就是我的抖音打开的页面。啥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哎呀，我的抖音都是这些东西。如果你不想变成小达人。就是小猫咪和跳舞还有美甲。好的，我们还是玩游戏吧。嗯哼。你的姿势不是就是 copy 我电台的姿势吗？一模一样。那又怎样？嗯。召唤神龙。我在召唤神龙呢，你这个姿势可以召唤神龙。我等会儿还要排练，不然我就睡了，我好困哦。其实我也可以不拍的，但是我要为集体考虑。我已经很熟练了，因为我拉票的时候跳过这首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给我留一个小蝌蚪呢？一口全给我吃了是什么意思？谢谢第一只猴子的奶茶，谢谢小银宝的玫瑰花，真的是，人就是一个。谢谢争做快乐老人的玫瑰花，你倒挺爱看是吧？都，再来再来，都这倒挺爱看。
我换个角度，我稍微15号见妈。好呀，我这样的，这样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可以是吧？那我就这样，我把它抵在我身肩膀上，不然我一直端着很累。好困呢，我要睡着了。什么？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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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这两把都这么？谢谢小英把玫瑰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两把他都这么突然的就把我吃掉？谢谢R的玫瑰花，谢谢第一只猴子的奶茶，谢谢小麦的20个玫瑰花。破解版的是那个什么吗？是自助餐版的那个吗？就走哪儿都能狂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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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。我不，我就玩这个。我不相信。长闪，哦，不能一直朝一个方向一直走，就要往回返，往回返，走两步回来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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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什么回？往前干！行，好的。别追我屁股！哎呀！哎呀！
谢谢小银宝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第一只猴子的9个奶茶。谢谢玫瑰花。不想玩了，不玩了。得意在，得意在那个哪儿，得意在床上。不行不行，我的屏幕不能按掉，会看到，按掉了的话，会从倒影上面看到我素颜、没洗头、戴着眼镜的样子。好了，我要换回电台。不玩了，换回电台。